尹锡悦牵着夫人金建熙一同抵达东京羽田机场，这场访日行将是日韩元首暌违12年首次举办高峰会。도쿄에도착한직후현지동포들과오찬간담회를하고오후에한일정상회담을갔습니다。南韩总统尹锡悦重启穿梭外交，展开2天1夜的行程，会晤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两人晚宴将共进寿喜烧，但历史性会面最特别的是。두정상이모레도쿄에서정상회담후번화가인긴자의한노포두곳에서연이어만찬을한다고보도했습니다日方诚意满满，传出晚宴后罕见还会续谈，前往百年老店练瓦亭吃尹锡悦心心念念的蛋包饭，为日韩破冰铺路。수출규제해제에대해서정책대화재개를통해합리적해결책이조속히도출되기를기대한다면서반도체산업을주도하는한미일과대만등의실질적협력이不过对南韩人来说，最关键的莫过于二战强征劳工争议。两国十多年来诸多分歧，短时间难达成共识。韩方事前就表示不会有共同宣言。합동참모본부는오전7시 10분쯤북한이평양순환일대에서미사일한발을발사했다고밝혔는데요韩日交好之际，北韩又看不顺眼，周四发射洲际弹道飞弹，是今年第6射。南韩军方分析，飞行距离达1000公里，更可能用新型固态燃料。另外，惹到金正恩的可能还有这个。We look forward to continuing to train together and build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U.S. and the Korean forces.架设浮桥、抢滩等各项训练，美韩从13号开始大规模举行联合军演，加大威吓北韩的意图不言而喻。TVBS 新闻做不到。想扩大国际视野，掌握趋势，请订阅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 YouTube 频道 TVBS 国际 Plus，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